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台湾。我们先来到遗忘的部落，勒索部落，在宜兰的大同乡。好，屁股扭动。好，音乐你点给我。没有关鼻子。好，停。很简单，这就是第一个动作非常简单哈。好，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舞蹈，我们来考验一下我们大家自律神经跟平衡感，好不好？好，大家都说其实我是舞蹈班的，真的跳完的时候那个圆圈真的塞得很严重。好，来第二个动作，四个拍哈，十字舞步。第二个动作十字舞步就是前四个拍，后四个拍。右边四个拍，左边四个拍，那我们试试看哈，来，一二三，欢呼。